弟弟要来开箱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机车啊，重型机车，这是什么品牌的？我真的不是很清楚哎。好吧，打开来看吧。透明卡的。透明卡的。啊？啊？你看透明卡。我看看到了，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仿什么真的机车做的，因为我对机车不是很懂。好了，打开来吧，看看里面到底高不高级。OK 吗？我现在是真的打开。好，加油！需要我帮忙吗？嗯，好像需要。好，帮你。帮。OK， 拿出来了。可以吗？打开。打开了，看一下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哎呀，做一个袋子吗？空的吗？天，你看，傻爸爸，他爸爸吓到，奇怪怎么会空的？有啦，你看有一台机车啊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人欸，透明人。这个嘞，这是透明架子。好啦，机车本体打开来看看。为什么还有这两个？我不知道，那个给他起的吧。反正也可以玩游戏。嗯。我看一下，对啊，人可以放上去啊！哇，帅哦，弟弟，帅帅爆了！来，我看一下有没有跟图片一模一样，比较一下。有啦，跟图片一样，跟图片一样都好看。啊，你那个架子应该是可以把它垫着的，让它比较不会倒下来，因为机车只有两个轮子，所以你这个应该是可以把它固定的。类似这样，对对对对对。固定的，啊，就是那个停机车的。对，你好聪明哦，天才。好，放上去吧。OK， 完成了，这样开心了吗？开心了。开心了哈，好，爸爱你。